这也许是姐姐们历经过风浪最大的一刻。我们的第三赛段就此开启，恭喜四个五人团全新诞生。伴随新团而来的还有重重困境。我们都不想用这个方案。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可以满足的一个点就是换。没有退步，你知道吗？您是一面墙，就是我一直在这撞，动着这墙。我觉得是你们心态的问题，是你们一直认为那样的歌曲才能赢。面对铜墙铁壁般的困境，有人哭得伤心。我是好心做坏事。啊！有人吓得哭泣。也有人试图改变命运。这次拼一拼，想成为最安全的那个团，你就可以保证我们不会有人离开。第三场公演，四个五人团总分第一的姐姐团将全员晋级，而其他三团观众个人喜爱度排名最低的三位将遗憾离开。走仨呀，只有一个安全。这次这个演出很凶险，因为有三个组全部都是危险组。第三场公演有一个特别的设置，除了四团排位战之外，还增加了一轮加分战。本次加分赛个人的表现将为团体获得额外的公演票数加权，因此请各团认真选择，推选出最能为团队加分的能力者姐姐。我们选王菲菲。孟佳团出战的就是孟佳本人。我想把这个 solo 的舞台交给张含韵。谢谢队长的信任。我们就是知道有这个加分赛了之后，争光的这种荣誉感特别强。你一定要确保说每一个舞台我自己能够做到最好。这不挺好的吗？对呀。对，然后再把西装这样扔掉。对呀。我的那个踢腿的我感觉没有很扎，所以我在考虑要不要换别的。都是为了团队能多争取一点分数而去表演这个个人 battle 的赛季，必须得去抢到一席之位，然后得到大家所有人的关注。其他三位小姐姐都有可能赢过我，但也都有可能会被我给 battle 下去。三四，来考验。四个 battle 选手当中，只有我是舞蹈基础最差、舞台舞蹈表演经验最少的那一个。我是个野兽，现在咬着牙，插着自己的人中，咬说：“我没问题。”欢迎我们的500位大众评审。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把所有的这种热情、所有的激情都释放到我们今天的舞台上，好吗？来，我们现场还有最后的两分钟。欢迎来到樊密林，乘风破浪的姐姐。
不惧年龄就要赢，姐姐都涂凡蜜林。本节目由凡蜜林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与姐姐踏浪前行，开启有机新生活的超级新推官金典赞助播出。乘风破浪站 C 位，买衣服上唯品会。本节目由姐姐们都推荐的唯品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营养好吸收的全球羊奶销量领军者加倍艾特赞助播出。 C 位出道有微云台就稳了。本节目由姐姐同款手机 vivo X50 系列赞助播出。下载呱呱龙英语 APP， 2到8岁英语启蒙就上呱呱龙。本节目由乘风破浪勇敢飞文新出道奥利给的奥利奥赞助播出。看节目用姐姐同款化妆镜，照得更亮，画得更美。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二中午12点尊享会员加长版。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我就大方乖巧的回答你。为了打破女团的定义，为了守护姐姐的实力，有请憨厚又迷人的成团见证人黄晓明，实力大康护姐出道。啊，没了，没了，出道出道，小明哥出道。Hello， 亲爱的浪花们，我们又见面了，你们好吗？无惧年龄就要赢，姐姐都涂凡蜜林，欢迎来到由凡蜜林独家冠名的《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期的公演现场。那今天来到我们芒果 TV 现场的呢，依然是我们从网络上招募的500名浪花，还有莅临公演现场专业观众团的6位老师，欢迎你们。同时啊，欢迎来到现场的3位制作人，欢迎我们女团经理人杜华，欢迎舞台总监阿 Ken， 啊，欢迎音乐总监赵赵。同时要感谢长沙市湘江公证处的严珊珊、刘丽萍，欢迎你们。接下来第三场公演正式开始。那本场公演4个5人团将展开2轮的对决，第一轮是个人的积分战。第二轮是4人的团战，2轮总分第一的姐姐团将全员晋级，而其余的姐姐中观众个人喜爱度最低的3位将离开舞台。好，马上进入第一轮的个人积分战，4个姐姐团将分别派出1位选手共同挑战我们的主题歌。快，什么时候上场啊？迫不及待了，快一点，我们好好演啊，我们好好演，留一个好的舞台。我们4个人的无价之姐，一定是最炸的，最炸的，最炸的啊！首先是来自宁静姐姐团的挑战者王菲菲，她是毫无争议的唱跳能力者，几乎成了团内的舞蹈助教。只有她敢说，宁静是最难带的学生，是她的教学瓶颈。她的教学瓶颈。同时出战对决的是来自万茜姐姐团的李斯丹妮。他会凌晨3点起来写歌词，并且今天的斗舞环节他抽到了最喜欢的段落，祝他好运。第三位来自张雨绮姐姐团张含韵，这次他将首次挑战非洲舞。最后是代表孟佳团出战的小姐姐孟佳队长本人。孟佳，他是今天唯一一位队长出战者，而且他将和好朋友王菲菲同台竞技，让我们拭目以待。现场的浪花们请注意，你喜欢哪位姐姐就为哪位姐姐投票，每人只有1票，而这将成为4个团的第一轮积分分数。哇，专业的来了来了来了，看节目了，4位小姐的，好激动啊！
歌，想要流汗，除了演唱还有舞蹈。有请四位小姐姐带来无价之姐。王菲菲那个太好了。
我觉得菲菲和孟佳都挺好，孟佳的挺好，王菲菲的很好，孟佳的更好。每个人一句说，啊，我的天，后面咋演呀？后面没法演了。韩韵的很颠覆的，对。Hello， 浪花们，大家好，我是孟佳。很感谢我有这个机会能让我站在乘风破浪的舞台，然后也希望浪花们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展示更多的孟佳给你们看，然后请投我一票，谢谢。好，Hello，大家好，我是人美路子野宁静静静 Queen 团的王菲菲。霸气我菲姐，看到我今天手上的绷带了没有？野不野？野就投我一票，我是二号。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三号，来自万茜组的 Liz Granny。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要给我万茜组拿第一，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到我的舞台是多么的炸，所以我一定要让你们嗨起来，投我一票 ，M3 三号 ，get it，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张雨绮组的张含韵，不管。我是酸的甜还是狂的野，我就是四号张含韵，瞅我们。拜拜。好，接下来我们的投票通道就要开启了，那现场的浪花们喜欢谁就按下谁的数字，他们四位的成绩将成为四个团的第一轮的积分分数。投票三十秒倒计时开始。投一号孟佳团，二号 ，three 投 three， 四号拜托拜托，一号，四号，二号，其实这一次真的很难说，因为每一组都很强。4号张雨绮团 ，three，一号孟佳团，你们有投吗？二号。一号孟佳团，一号张含韵，张雨绮团。好，小姐姐们请归位，我们来看看加分站四位小姐姐分别为团队赢了多少票啊。现在就公布，现在就要看。现在就公布啊，这是不是总有压力啊？对啊，真的是。首先来看看孟佳的票数，请看大屏幕。这么快，就这么快，这么快啊！每天都那么刺激。看到了吗？78票，嗯。哇！总共多少票？好，可以，不错。恭喜孟佳获得观众投票数78票。我觉得他很棒，但是以他专业的程度来说，我觉得那个分数是偏低的。结果其实都不重要，因为你不像别的什么李斯丹妮，她代表了万茜队，王菲代表宁静队，她本来就有两个叠加的效应。那其实孟佳代表孟佳队，所以她可能会有一个没有那种叠加的效应。后面表演的话压力就很大了，很大。好，接下来看王菲菲获得了多少位小浪花的支持，请看大屏幕。125。好，恭喜王菲菲获得了观众投票数125票。获得了。王菲菲厉害，125加78等于多少？接下来看一下李斯丹妮获得了多少票呢？
剩下两个人要平分那300票。我觉得李斯应该会挺高的。145，145。哎，压力大了。哦！耶！我要哭了，争气。哦。西里斯丹妮获得观众投票数145票，目前上升为第一。那剩下的就是我的。哎呀，剩下的票就是韩运，韩运那个最高，总共500票，剩下的应该是150多。除非有些人不投。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张韩运获得了多少票，请看大屏幕。还差两票，没剩下两票，我们来补。对对对，可以，李斯很厉害。上这个节目之前啊，我只知道韩运是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唱歌很好听，但是没想到其实她跳舞也跳得这么好。承认，承认。如果说真是论实力，他们三个我一个都比不过的，只是说带给观众的感受更新鲜、更刺激了。而且那个啊，还是孟佳帮我想的。恭喜你，韩运，棒棒的。特别酷。哎呀，不好意思，恭喜！雨琦，选得好，队长，谢谢你的英明决定，谢谢。别哭！我不哭！我妆会化，我不哭。我们加分站的票数将计入团体总票数。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四团的排名情况。那本场公演的第二轮比拼四团排位战马上就要开始了。他从哪里下来？请四位小姐姐返回观看区，为接下来的第二轮四团排位战做准备。我是真的尽力了，只是没想到票数相差还蛮低的。我觉得自己强的人太多了，我是想拿第一，可是的确现在我不足于别人。我们可以拍一张照吗？真的，我们两个。可能大家没有那么认识我吧，那没关系。不会，这我不觉得不公平。很多人也会说我是女团出身，我来这里也对其他姐姐是不公平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在，当然肯定里面有一些我觉得我自己的小失误的地方啊，就是有啊，怎么没有啊？好几个，不是这个失误是我自己才知道的。啊！我不要举例子，你们就会剪进去。不，我的舞台是完美的。倔强吗？不，我的舞台是完美的。我的不足只有我自己知道。李斯，我换衣服，快去！
欢迎回到乘风破浪的姐姐。随着第一轮积分战的比拼，现场浪花已经纷纷加入了冲浪的行列。提醒大家，网络加油冲浪榜马上开启了，请各位密切关注芒果 TV。 接下来进行的是今晚的第二轮积分战，四团大战。四个姐姐团表演之后将会一起接受现场浪花的投票，请大家继续做好准备，热情观战。Sorry， 差两票。哦，非常好，已经很牛，我们都快疯了，好厉害，帅炸了。炸！第一个出场的是万茜团，黄龄总是坚持不懈地按照队友的要求和风格帮他们改造训练服，李斯丹妮甚至自己创作了 rap。而袁咏琳小姐姐为了选这首《Gentle Woman》，不惜婉拒了宁静姐姐的入团邀请，究竟是怎样的魔力呢？走走 ，Let's go。他们的 leader 是姐姐团的人气担当万茜。你有没有想过去争 C 位或者 leader 呢？C 位和 leader，C 位其实还好 ，leader 的话，之前我有想过了，有想过当 leader。那么你们谁愿意成为接下来的八位 leader？ 二公的时候就想嘛，但是看雨琦姐姐当 leader 之后就想，哎，算了，还是跟喜欢的姐姐同台比较好。这一次是万茜姐姐，我想做好她的小助手。我是觉得我的声音一开口已经让人很羡慕嫉妒恨嘞。我要你的爱情，我觉得我还是挺有自己的风格的，不是说要靠唱得多或者你要站在什么中间就才能可以凸显我的。嗯，你真的让我做队长我也可以做呀，我觉得队长可以不一样的，像茜茜子这种就是很有责任心。争取争取，如果我是队长的话，我们去睡个午觉，我们去游乐园玩一下，这样子。其实我也有想过我做队长会是怎样的，但其实可能我的性格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也比较适合做一个优秀的队员。烘托气氛我可以，但我不是那个非常能够把控全场的那种感觉。蓝了的天空，轻轻的湖水，你好讨厌呐！我是一个看上去可以没有的角色，但是又要在里面添加一下这个调节气氛的这个小人物吧。我觉得我是一个可以逗大家开心，大家有正能量，然后去鼓励，然后去辅助大家的那个角色。负责人，不是 vocal， 我也觉得越来越有勇气去告诉大家，哎，我觉得你的嘴型这样子改一个会好听一点，我可以帮到这个团，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倩倩说你是最强辅助吧？倩姐太懂我了，她说我是最强辅助，哎，哦，我要哭了。姐妹们，这是益达给我们的好东西。哇，好棒啊！给我们的一句话，鼓励的话。你自信一笑，便是万有引力。人间精灵本灵，带着笑容冲呀！嚼两颗益达，就可以瞬间洁净，笑容自信。我们一起 C 位出道吧！我觉得吧，在一个团里面，不管是 C 位还是 leader， 或者只是一个队员，每个人这事都是 very 重要的。我们已经不会想到我在 C 位怎么样去展现我自己，因为我一直还相信一句话，就是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我的小伙伴们最厉害了，我希望我们一个都不会走，因为我一直是在危险团，我已经被伤两次了，真的还蛮痛的，所以必须要赢。现在好有斗志，必须要带着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往前冲，而且一个都不能少，就一定要进这个三全团，一定要进。好酷呀！
先正业，也涂脂与抹粉，出来混要够狠，雌雄莫辨才完了。不长但不责任，让我们都得分，还敢说不平等，你试试天天穿高跟。 I'm the one gentle woman， I'm the one gentle woman， I'm the one gentle woman， 叫我们 gentle woman。我生命新的开始，每个片段记录我们变得强大。好，每个人说 bang with me， bang with me，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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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me。Yo girls， 每个男人背后一定有个女人，每个女人有一半也是男人。生女生实在没有需要分，只要他能。超越传统女团的那种那种表现力，对。哇哦，小姐姐们帅不帅？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啊，辛苦了五位帅气的小姐姐。我们四位可以到后台的观看区休息一下，请我们的队长万茜到我这个播报台这边来。啊，我留下来是吧？哎，啊 ，Hello， 各位可爱、漂亮、美丽、善良、聪明的浪花们，我是万茜，我带领我的团员们给大家带来这首《Gentle Woman》，你们喜欢吗？谢谢。我感到我快哭了，快哭了，没错。好，请坐，请坐，请坐。万茜啊，你第一次担任我们的队长，那对于你今天的表现，还有团里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你怎么看？你怎么觉得？我不要，我觉得，我要你觉得，你觉得就好。我觉得，浪花们觉得怎么样？他们真的特别棒，我们的组合高端大气上档次，有没有？看了我们的表演，腰不酸腿不疼，酷酷酷，眼睛都很开心，有没有？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呢，其实给自己取了一个很好笑的团名，叫万金零零丹。耶！怎么讲？万茜。金城黄林袁咏琳李斯丹妮，所以叫万金零零蛋，也就是说零零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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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个人吧，在团里都有自己的一个职责所在。像我的话，身为队长嘛，也是要负责全队的各种大小事务，所以我是账单。金城呢，是大家都知道，他的身材又高又长又扁，
在舞台上大家也看到了，他是我们整个团的一个技巧担当，所以我们叫他一人扛起了扁担。扁担。然后黄龄呢特别喜欢睡觉，他随时都是处于一个迷糊的状态，所以我们叫他床单。我们那组也有一个，确实确实。然后因为我们组李斯小朋友嘛，就是他个人秀的那一部分其实难度非常大，所以他今天在舞台上面都是吃了止疼药上来的，这两天一直都有袁咏琳姐姐帮他冲泡各种能量饮料，所以我们叫袁咏琳姐姐是妙药仙丹。剩下最后就是 Lee Stanley， 他呢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孤单，但是呢我们大家都很爱他，把他当成团宠。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酷。嗯，这是一个冷笑话。你作为队长，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各位浪花们，各位浪花们，爱你们，保送我好吗？好。菲菲，棒棒的，可以吗？太棒了。刚才他们都在赞你，就是你太杀了，说你是欧美范，对，特别好，就那个腿。对，你是最棒哈。作为队长，你的团员啊，挺好的。我觉得你是里面就是最好的，就是最好的出来。你是对不起。哇，辛苦了，队长。没事没事。没关系，没事，我一直都飘出很低，无所谓。没有，我是，但是我觉得你是不要安慰我，现在安慰我，我怕我会。一会儿还有我们那个，我们会给你争气的，我们一定给你争气，我们要把它扭好，扭亏为盈。我们不会错动作的。我们就要出场的是自信。我的唯品会快递到了，是哪个小天使帮我拿的呀？当然是我了，开心。衣服千千万，还是新的最好看。马上就要出场的是自信冲天的张雨绮团。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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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他们团吃饭补妆上厕所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团内的张含韵甚至说害怕不守时会挨打。据说该团的舞蹈慢半拍困难户金莎表情管理永远满分。该团还有年纪最小的超强蓄电池蓝盈盈，姐姐们纷纷劝她去练练铁人三项吧。还有长期低血糖自称老人家的伊能静，自从被姐夫拍了练舞视频发布在网上之后，大家都为她的舞蹈深深的担忧。含韵去做 battle， 我当然希望成绩高，但是没有太大的就是压力在这上面。觉得在这几个能力者中间，谁会是张含韵最大的对手？三个都是，我们是最弱的。嗯，但是这个团队我就觉得就是无间可能。你们沟通一下，确定这一把吗？确定，确定。看来这好难哦。不难。你们谁是队长？队长，队长，队长，我冷静一下，就是好是好，但是你要整段整个团拿下来是有难度的。你们相信我，这个舞是有难度的。我把整个副歌用三天都跳完了，我现在跳给你看。从一开始第一版舞蹈的时候，大家选那个男版的时候，我就着急，我就怕根本就过不了。一边唱一边跳，好喘啊！才三句，是你们自己选这一版啊，自己负责。我跟你拼了！哇，好猛哦！你知道伊能静姐早上昨天练到凌晨四点，然后她大早上起来又接着练，她就一直就逼自己。四、二、三，啊，膝盖好疼。没事，我不要只想跳动作队，我想跳好看。你要跳好看？对，那我就细抠了啊！不要因为我的年纪放过我。
自找的啊！我不要这种廉价的同情。我并没有廉价的同情。我开玩笑的。七、八、二、三。我真没有想到伊能静，你知道吗？伊能静是多作的一个人，她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跟我们一起训练到今天，拿下这所有的动作，我从心里面佩服她，我真的向她致敬。早上好。美好的早晨，从吃一块奥利奥开始。哦，这是你喜欢的奥利奥。咦，你吃哪块？妹妹才做选择，姐姐我全都要。奥利奥扭一扭，吃了才更会扭啊。舔一舔，泡一泡，泡一泡。宅舞吗？我了解过，我因为我新专辑的主打歌就是宅舞，哦，专门去学了一下，然后那个舞蹈噔噔噔噔噔那时候我特别了解了一下。我儿子以前很喜欢初音未来啊，然后就是下面就很多宅男，或者在那边下面在那边嘿嘿跟着。反正我告诉你啊，这次的造型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就是舞是第一难的，造型是第二难的。一不小心就变成日本料理店的。你们就千万不要让我收得住，我一定要去搞造型。去搞搞上上搞对长对长。我就跟他说，如果你不给我拿到我满意的衣服，我们就自己出钱买。你要找不到，我有一块很好的料子可以给你。哪里找的师傅？师傅找好一点。知道了。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宅舞有个特质，就是它的互动性是很强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段小小的。就是那个带动互就还有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会让喜欢这个东西人会得到一个惊喜。啊，看，等一下，这个好。毕竟我们是三十加的姐姐，我们也没必要就真的就天天就是两个羊角辫朝天那种感觉，弄个彩色头发就是宅舞。我是要知道那个是什么，他们怎么来的，包括服装造型，包括舞台整个呈现，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嗨的。刚刚跳第二遍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感觉，是我三十几年上台没有经验过。我以前都老嘲笑我儿子说，那他喜欢虚拟偶像干嘛呀？但我现在知道了，它就是一个梦，你知道吗？当我自己在跳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能够理解，对他们来说那是真的，那个青春期的那种感染力跟热能是真的。宝贝宝贝，妈妈今天画的是中国娃娃的妆哦，非常的可爱哟。哎呦，你干嘛？你练什么？练笑吗？真的？练金莎学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打破了很多常规上认知的自己，我们就是无限可能。别在意昨天的成功或失败，这一刻就是你。
像这样把手举起来，模仿能耍的姿态，拍拍手赶走一切风雨阴霾。像这样随心的摇摆，踩准每一个节拍，不要偷偷加快，会略过精彩。像这样把手收掉了，这现在红的色彩，拍拍手让乌云统统都走开。像这样随心的摇摆，用最自信的编排，星星光照射在舞台，让清风去喝彩。很担心扇子会掉下来，但真的掉下来那一刻，我感觉特别难受。拉票环节还没有到，我们还不到哭的时候，而且我们有张含韵，哇，第一名，可甜的时候，可甜，可甜，还有可甜，我们有最棒的队长张雨绮，大家好，我们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团。我是队长张雨绮。行，我知道了哈。你们最棒了。好，请坐。好，队长，接下来我想做一些快问快答，好不好？
来，请队长告诉大家，刚刚这个表演大家到底练习了多长时间？这个表演，说实话，我们总共合台合起来，所有队员都在只有四天。天哪，只有四天，很棒。我们是满唱满跳加满笑，就是全程你看到我们的表情动作所有都在一起，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做到这四天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舞蹈难度的。哇，四天就已经这么优秀了。我们这个团让我一直感受到了，就是我在第一期节目里面说的那个叫做无限可能。嗯，因为我们承包了这次乘风破浪年龄最大和年龄最小的一个舞团，但是我们做到了今天。对，下一个问题，全段你知道谁最感谢你吗？肯定是张含韵。为啥？因为我在让他 battle 的时候，其实两个人选莹莹和他，因为莹莹的能力也很强，但是我觉得含韵更需要舞台。你选对了，他今天得了第一。Yes， 我的眼光就这么好。好，作为队长，请你分享一个团里的秘事。恨他。我们真的是打碎了自己，激活了细胞，我们用自己的精神和意志相信我们有这满脸的胶原蛋白和超能力，我们完成了一次很喜庆的舞蹈。耶、yeah! 大家说喜不喜庆？喜庆喜庆。我们喜庆吗？因为我们觉得很麻烦，在一起唱。我们是惊喜。成团之路，什么最可贵？贵在坚持，日复一日。贵在真实，尊崇内心。当然，更贵在有你，让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我有那么好吗？说的是你。樊密林贵妇膏，少取多点，轻拍打，一瓶重启，时光重现。樊密林贵妇膏，贵在有你。我的实力由我定义，既是酷夏姐姐，也是无忧妈妈，打破偏见，自信选择好奶粉，我只选加倍艾特羊奶小分子，好消化易吸收，姐姐们首选好奶，宝宝们都爱喝，品质吸味，实力出圈，加倍艾特，加倍爱他。无惧年龄就要赢，姐姐都涂樊密林。本节目由樊密林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与姐姐踏浪前行，开启有机新生活的超级新推官经典赞助播出。乘风破浪占 C 位，买衣服上唯品会。本节目由姐姐们都推荐的唯品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营养好吸收的全球羊奶销量领军者加倍艾特赞助播出。C 位出道由微云台就稳了。本节目由姐姐同款手机 vivo X 五十系列赞助播出。下载呱呱龙英语 APP， 2到8岁英语启蒙就上呱呱龙。本节目由护舒宝液体卫生巾和考拉酷酷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乘风破浪勇敢飞玩新出道奥利给的奥利奥赞助播出。姐姐变美小心机就在新氧 APP， 感谢6000万人都在用的新氧医美赞助播出。挑房上安居客，房源真的全。本节目由姐姐们都在用的挑房神器安居客赞助播出。不要怂，一起上。本节目由姐姐们都在玩的和平精英赞助播出。上腾讯微视搜姐姐，刷花絮短视频，为姐姐助力赢惊喜奖励。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二中午12点尊享会员加长版。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3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
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好的，接下来将出战的是本场第三团孟家团，他们将带来一段非常具有戏剧张力，每个人都有角色化表演的演出。我们去了，加油！有米克，有米克，加油！来来来来来，加油！加油！特此向大家通报，这个团的队长孟家是个 rapper， 但比赛至今他一次 rap 都没唱到。他也是队长，我也是队长。我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呢？与此同时，这个团的吴昕自从翻越了 urban 舞蹈的高峰后，与少儿舞蹈渐行渐远了。团员黄圣依，别人都说她是人间公主，但据说最近有了很大的变化。而被制片人耽误了的音乐家张萌，目前成为首屈一指的拉票担当。最后，要来自这个团的已婚少女郑欣宜，因点头杀风靡全网，大家都在期待她的新表现。接下来有请孟佳、吴昕、黄圣依、张萌、郑希怡带来的花样年华。加油加油加油啊！最棒的加油！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演唱曲目吗？其实这首歌，非常的歌剧，就是那种比较小众会喜欢的。无情虚假。让我透不过气，无法呼吸。它还是一首慢歌，以我们之前两次公演的经验来说，慢歌在这个舞台上票数会很低的。这首歌它想表示有一些戏剧的极致，然后有一些摇滚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可以，对，瞬间变换表情，对，对，反正就直勾勾，直勾勾，哄勾勾，哄勾。圣依，圣依咋了？你睁眼睛不要慢慢睁，啪睁起来，就刚那个第一下亮相就会一下子就把观众都嗨了，我觉得。好嘞，就是啪。看到我呀？我能看到，我能看到。你会让你的女团跳这种舞吗？会啊。那你觉得观众会喜欢吗？我觉得观众喜不喜欢不重要了。啊我们要留下来啊。因为观众喜好我也很难去判断，就包括上次那个什么不拉我把我看哭的呀，结果只有九十票，所以你观众的喜好好难拿捏，但的确是从镜头里面对特别的牛，对镜头跟那个不一样，跟现场不太一样，走，太好了，给我们打个强行针，明天更加有信心了，加油，我觉得必须要有信心，这也是姐姐们身上的最优秀的一个品质，就是不服输，不害怕改变自己。拉票就是真诚，然后就是不要在那里喊什么投我投我，这个比较这个不太好，就不是那种了。比如，我是吴昕，花样年华对我来说是我挑战过的最性感的一个舞蹈。哎，大家就知道了哦，他挑战了这个。花样年华让我懂得坚持就能战胜一切困难。OK， 很好。花样年华是我，永远都找不到我的团员的。我的姐。这个团队的团员太忙了，大家中间要练习的时间都太多工作了，所以人都聚不了一起。欣姐还有十分钟到，我们先排着吧。可以啊，当然。来了。我是一个主持人，我首先身上有很多。固定的主持的工作一定要去完成。大家好，我是助理人吴昕。那其实在很忙碌的主持的工作的之余，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我在这个时间段然后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去完成我热爱女团的这个梦想。其实我们每个人参加这个节目，每个姐姐身上都有多重的身份。
那是宝宝，宝宝你干嘛呢？其实好像这个事儿也没有那么的宏大，或者说有多么的那个了不起的一个意义。妈妈要练舞了，妈妈不跟你说了好吗？但是我会充分感受到了自己人生中另外一部分价值和我自己人生中很热血的一部分。即便这个过程是比较艰辛的，但是我还是觉得我需要把它做好。我觉得我要跟我女儿说，妈妈到了妈妈的这个年纪还可以自己走出去做一些自己不确定的事情，当她长大的时候，她也会告诉自己，我要做一个勇敢的人。
害！好，谢谢我们五位的表演。五位真的好带劲，舞台特大，舞台很大，他们很棒，真的很棒。请另外的四位小姐姐到观看区休息一下。李志南满意吗？觉得他们？我们的孟佳队长，不错啊，让他们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孟佳团的队长孟佳。刚刚走过的我的队员姐姐们呢，有吴昕姐姐，有郑希怡姐姐，有那个张萌姐姐，有黄圣依姐姐，谢谢大家。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特别好，真的。我也觉得特别。我们这个舞台很有特点。对，我觉得我们真的特别好。我觉得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其实从队长就是一直都很有压力。对，但我觉得我们真的很棒，所以哪怕我们是最后一名，我觉得在我们心目当中也是第一名。我感觉我们的表演不会是最后一名。我觉得我们真的特别投入。对，我觉得我终于把一个我自己一开始不怎么喜欢的一个作品，现在我们大家都把它完成得很好，而且在过程当中我也越来越喜欢这一个作品。我觉得我们留了一个很好的舞台在这里，对，非常好的舞台，我觉得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那因为这次是音乐剧，所以你们有很多的表演和表现在台上，在这上面你们也和赵赵老师发生了比较大的分歧，那作为队长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借此机会想要跟赵赵老师说一声不好意思，多多得罪了。孟佳，我说实话，从心底里说，我想说你今天表现得真的特别好。哇！真的，你们整个团完全超出了我的一个预期。说实话，这首歌真的是不同于往常的唱跳歌曲，因为我们要赋予它更多的可能性和戏剧张力和情节感。所以可能在唱、在表演、在表情管理上面要更多的表演，所以对你们来说真的是挑战非常的大。我也知道你们有些为难选这首歌，但是呢，我想说我们在这种碰撞和这种摸索探讨中把这个能做到极致，你们也跳出你们的舒适圈，我们也做一些新的尝试，我觉得这是对这个舞台一种更立体更丰富的表现，我觉得是对观众是更有意思的一种表演。我觉得今天做得非常的好，我也谢谢你，我也谢谢你们这个团。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什么号召力啊，大家，我希望你们多给他们投票，好不好？谢谢张老师，张老师为我们拉票了，真的，张老师为我们拉票了。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小明播报》时间，现在为各位介绍孟佳团的天敌战队——宁静姐姐团。这个团的团长一直以来都对舞蹈有巨大的压力，压力变成起伏不定的心情，团员们都说跟着团长心情在坐过山车。听说他们的舞蹈中有两位翩翩公子，有两位貌美娇娥，还有一位姐姐的身份至今都没有查明。今天你们的造型都很特别，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设计？都是你们搞的，你们告诉我们要 cosplay， 所以我们就 play 了，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就是大家都有点造型感，就希望每个人不一样。就一定要给自己设定一个人物唱，你比如说你希望自己是什么人物，我觉得脑子里有一个这个东西可能会唱出来更好表现一点。因为这首歌是动漫里面的歌，我觉得我们加点表演的成分挺好的。反正我今天唱的就是一个喝醉的一个公子。七八二三四，帅！静姐，你的啾啾插到我的耳朵里面，好痒哦！是挖耳勺吗？然后冰冰是一个就是特别媚的，有点像妲己的那种感觉的。你再媚气一点，哎，这种再媚气一点。我都不敢对。菲菲，你想要什么愿望？已经有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了。他可以又雄性又雌性。东方不败。很适合，我觉得可以。是吗？适合。我是宁采臣。行吗？他是干净的那种，他是生的那种。他是书生。爸爸，炖大。
我们都全部有点玉树临风的感觉。嗯。你们是野的，我是野的话就可以适合吗？野，我已经有点野，有点对，我的天。Mona Lisa, Mona Lisa, men have named you。就我们全都是公子，但是不一样的公子。对对对。江南五大才子 ，OK 哈。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整个就是一个无瑕疵团队，我非常爱他们，因为。他们不用我领导，他们各自有自己的非常非常优秀的特色。身风霜，是谁把我纪念悠悠漫长，身怀宝藏又替我寻欲望，要我只留人间跌跌撞撞，天地苍茫天是他乡，梦中像在长夜山岗，我追寻曾遍体鳞伤，我目送旧日的月光，仙与我在军事身风霜，都是俗人才在看重羞耻，是非善恶脑子都有把持，你像谁单纯的像个知己，一坑一个别来太迟，梦中像在长夜山岗，我追寻从遍体鳞伤，我目送旧日的月光，仙与我在今世冰凉，心。
子野不野？真的大饱眼福啊！没想到姐姐们演戏好，跳舞唱歌也这么好，对不对？那四位美丽的小姐姐先去观看区休息，静姐到我这边播放台来跟浪花们打个招呼。我是人美路子野，路子很野的姐姐静姐。我们的团也是路子野的团，然后我们有路子非常野的于可唯姐姐，还有就是我们有很鬼魅的王菲菲姐姐，我们有全世界最美的白冰姐姐，还有王丽坤。谢谢。那四位美丽的小姐姐先去观看，要去那个 PK 了，二十秒，看看，嗯，看，嗯，蹦，嗯，看哈，我命由我不由天，团炸翻全场很容易。我以前，你们要坐下来。静姐坐下来聊，对。我以前真的是唱小曲的，自从来了乘风破浪以后哈，我就不大会唱小曲了。以前我的小弯弯拐得特别特别的好，现在，哼。OK， 山中之间呢。缠树啊，哎，姐在唱歌了。静姐怎么还静姐在唱歌了，唱歌小曲儿。静姐为了我们拼了。那说起来，好像其他姐姐们十九个姐姐都交了作业了，然后节目组说让我一定要 Q 你。来来来，音乐音乐起。那就先请静姐带领你的团队继续去乘风破浪吧，好不好？静姐真的是天然的呆萌啊，好可爱，很随性，对。搞一杯咖啡，给你。这什么咖啡啊？这是美式吗？对啊，你是要喝拿铁对不对？帮你加牛奶。经典有机纯牛奶，3.8克优质乳蛋白。尝一尝什么味道？好喝啊。嗯，营养又好喝。各位观众，今天的第二轮团战已经全部结束了，四个姐姐团的20位姐姐即将接受现场浪花们的投票，你们喜欢哪个团就选择哪个团。再次有请我们的四团姐姐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万茜团 Gentle Woman，万茜、黄龄、李斯丹妮、袁咏琳、金晨。请张雨绮团彩虹节拍，张雨绮、蓝盈盈、金莎、伊能静、张含韵。嗨，我听不到你们，
有请孟佳团花样年华，孟佳、黄圣依、张萌、郑希怡、吴昕。请宁静团人美路子野，宁静、白冰、王丽坤、王菲菲、郁可唯。老花们，姐姐们 ，A B， 你有没有瞄到你们？各位老花们，你们要做出选择了。你们有60秒的投票时间，当投票通道开启时，你们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团进行投票。每个人最多可以投出4票，最少投出1票。倒计时60秒，投票通道现在开启。万茜主，今天他们是没有刻意去体现女性性感，但是她在无形当中，他们散发出一种很有女性魅力的能量出来。大家好，事实证明，只要把气质这一块拿捏得死死的，我们永远都可以乘风破浪。现在座的各位，永远做自己。今天带来的这首《彩虹节拍》，我会觉得哇。也许呢，年轻的少男少女和大爷大妈们都可以在广场上伴随着这首彩虹节拍翩翩起舞。所有人都说，在这个舞台上，如果你不选快歌，你的排名就会垫底。但是我们不信。所有人也说，如果你在这个舞台上不选快歌，就没有人给你投票。但是我们不服。他们可以挑战更多的多元化的音乐风格的呈现，这一点其实也是在为大众带来一种音乐审美上的提高。人美路子野这个团，他们真的是每个姐姐都那么美，但是他们放在一起，你依然能够注意到每一个人，而没被这个人美路子野的这个团体给掩盖掉，那这个就太成功了。现在我们将从暂列第四的团开始逆位公布最终的结果。首先我们来看看排名第四的孟佳团，第二轮排位战他们获得的票数，请看大屏幕。没事，300。262票，恭喜孟佳
有260票，我以为只有500个人，有260个人投给我们，其他200几票分给其他组。但其实不是。但原来不是。我觉得很好。但是有4票每个人手上。什么？喜孟家团获得了340票，目前暂列总榜第一位。接下来揭晓第一轮排名第3的宁静团，他们在第二轮的排位战中获得的票数是多少呢？419票出来，我说天哪，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说那我们今天应该是第一名了，那我的这20分差的应该能够补回来。哇哦，恭喜宁静团获得了544票，目前暂列总榜第一位。接下来揭晓第一轮排名第2的万茜团，请看大屏幕。现团获得562票，目前暂列总榜第一名。他们全部安全了，应该差了20分，我感觉全都输在我的身上。接下来揭晓第一轮排名第1的张雨绮团，也是本场最后一个揭晓票数的团，谁能获得本场公演的第一名呢？请看大屏幕。210票，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两轮票数相加后的总票数，请看大屏幕。恭喜万茜团获得562票，成为本场公演的 top 团，恭喜你们全员晋级。对不起，谢谢。我才不会，不要乱说。不要乱说，你这是乱讲是吗？没有，没有。你不要急，我们已经很好了。你跳的最好，你跳的最好，你跳的最好。
而在东南而西。不要这样，不要这个。这个危险团不代表我们不光彩，我们分数蛮高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特别牛。我们这个团要没有你。其实如果我要表现得很好一点，那我们团就可以全员晋级。很恩很飒有什么用？涂那么黑的嘴巴有什么用？很帅啊。很帅，但是小姐姐又不吃啊。你不是说你的粉丝80%都是女孩吗？对。我们观众不也是女孩？所以我就不懂了，我不知道观众要的是什么。真的，哎呀，这是节目嘛，大家来了参与了就行，参与了就行。但是我觉得我们团里边也 OK 了呀，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很好。三十而立，青春归位，感谢现场500位小浪花们的支持。现在你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在离场之前，你们要在20位姐姐当中投出3位你最喜爱的姐姐。你们的选择将决定他们的去留，所以请谨慎表达。你特别吧，你可以的，我知道你可以的，记住我的话。排名后3位的危险团姐姐，在500位浪花的个人喜爱度投票结果产生后，前往大训练室等待结果的发布。乘风破浪的姐姐第3场公演5人团排位战结束，谢谢大家，我们下场公演再见，谢谢。少少，你看你脖子好滑哦。我是很注重护肤，但是我觉得真正要效果很快，我还是觉得要靠医美的。医美要做点什么呀？啊，静姐跟我分享了一个很好的 APP， 那个时候我就去注册了新氧，在新氧 APP 里面搜我名字，就可以看到去颈纹的很多方法。上面它其实有很多医学美肤的一个内容，在新氧上分享体验呢，它还可以返现，能省个大几百。那我也要去下载。请安全团姐姐前往赛后区集合，请危险团姐姐前往大训练室集合，我们的录制马上开始。走了，拿结果。走也要走得非常的潇洒，对吧？这是我们的气势。说得紧张兮兮的。反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全团积极。没错，我不觉得我们团应该有人离开，因为我们是全场最高分，我们是最完美的那个团，怎么可能有人离开？啊！等一下，我们还没有来过这种房间，是这个房间吗？对，是。我的天哪，好有仪式感嘞！又看到了这个卡片，哎，我最讨厌的帕尔来了，本队长。我的是队长的，我的是我自己的。进入了。队长的，韩韵。谁都没有收到。我没看，我不敢看。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啥情况。哎，好着呢，好着呢，是不是都好？我不好，我走。是故意，没事，因为我今天犯错误了。跟你在一起好开心哦。我们还是要把你嫁出去的。好啊，我一定会在微博里面用别的方式把你叫出去的。好的。我们团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要把金莎嫁出去。耶！金莎加油！加油！我会加油的，我会加油的。开吗 ？1 2 3，打开完了。我拿了我自己的，我拿了白冰的。恭喜王菲菲进入下一赛段，宁静进入下一赛段《乘风破浪之旅》。于可为，你也是一样的。
我，走还是留，交在你手里了。你怎么了？我可能要离开了。你干嘛了？什么情况？没有关系。肯定是我要离开了，不要这样。为什么？那我呢？你进入下一个备战。我一直觉得是我哎。我感觉全都输在我的身上，可能就是差了那20多分呢。导致我们一下子跟第一名的差距拉得很大，因为我们的团秀是第一名。我是真心的想让我们全团就是全员晋级嘛，就是觉得很对不起他们。哎呦，不要这么严肃，我们一起拍个照吧。对不起。干什么？菲菲。他说他在北京，他又宅，然后又不喜欢出来吃饭，又不喜欢出来干嘛，就是喜欢自己。我们都是，所以以后在北京就以后就宅嘛。下次说，哎，丽坤家走起，哎，飞家走起。对你有啥就可以，如果你想说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对呀，没有什么。你有姐妹吗？不是，我说那种塑料姐妹花，你有吗？塑料姐妹花。我们稍微好一些。没有，他肯定有自己的。我们是不锈钢的。本来我是不哭的，其实我不太会交朋友。谁会？我们都没有姐妹花团，这回倒是可以组一个不锈钢团。不锈钢姐妹花。录这个节目，唯一收获的还能交到好朋友，真的很难得的事情。我经常会觉得我不太适合参加这种真人秀节目，就是。我不是一个，特别愿意表现的。我有斗志了，突然有斗志了，真的。我可以藏在角落里。哎呀，我只有他们闪光就可以了，就总需要不能每个人都闪，每个人都要去支棱在外面，那就不太行。我参加这个节目真的觉得像坐过山车一样，我觉得太精彩了。我自己就可能生活中不会有这么精彩的事情，让我体验这么多不同风格的不同感觉的音乐，有那么多机会可以在舞台上展现不一样的自己，觉得这个是挺开心的。哎，随便找。那我就按顺序看吧。恭喜郑希怡进入下一段。呀，张萌进入下一赛段，迅速归队。我拿着你的。恭喜黄圣依进入下一段《乘风破浪之旅》。恭喜吴昕进入下一段《乘风破浪之旅》，请迅速归队，开始备战。孟佳，孟佳。我的票数最低。写的是啥？谢谢，你看，因为我三场都是票数很低，肯定票数不会高的。我今天已经想到了。
口红，没有，真是的，要经纪人吗？对，要经纪人吗？经纪人，大家辛苦了。我真的不觉得孟佳应该要走，他带我们这个团确实特别辛苦，然后他把很多的精力都分给了我们，然后他又两边赶着顾他的 solo show。拖累他，说实话，占了他很大很大的精力来教我们舞蹈，所以你看我们四个人真没脸，就是自己往那个进行时去走。嗯，反正我是挺迈不动这个腿。你们要去那个等待区域吗？我直接就走了。没事儿，我们坐那儿算什么呢？他走了，然后我们四个坐在那儿，多奇怪啊！等，你们组谁走了？我走了。别闹！啪啪！到底谁走了？我走，我走。真的？因为我掉扇子里，我掉了两次。你们谁走了？佳佳走了。佳佳。啊？嗯。我刚刚下来哭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哎，我已经想到，我前两局都是因为就是团队全员晋级我才留下来的。他们来了，谁走啊？谁？有人走吗？你走了？谁？丽坤。啊？怎么了？你走啊？嗯。凭什么？凭什么呀？我刚才等你，一直在等你出来。哎，你看嘛。那，那。说实话，谁走都没有我姐妹孟佳走我这么难过。我最想和谁成团？我最想再和王菲菲成团，因为我跟她还是有一个还想要一起成团的梦想。所以这一次乘风破浪的姐姐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所以我和菲菲应该都会好好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哇、哦，我们当时还开玩笑说什么最后一期我们一决胜负啊什么的。啊，我的天啊，我觉得也受不了。别哭了，别哭了。好的舞者，可是你分数低一点没有办法，你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你今天并没有跳那么好，如果他要让你们复活，我觉得有机会一定要来，不要拒绝，不要拒绝。没事，我复活再回来，好不好？因为我的性格不是这样的性格，就我的性格一般都是闷在心里，我不说出来嘛。哇，那一下我真的受不了，大叫啊！我生气啊，气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看到他的好？他真的很优秀。别哭，哎呀，快去快去快回去录完，我在宿舍等你们，好不好？ Okay, 快去快去，你一定要加油哦！你要走到最后，听见没有？真的，你要走到最后，加油。背负了很多的东西，我跟你讲，王菲菲。对啊，你要你给我好好的演，我告诉你。背负了那么多，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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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啊！拜拜。
比起这里的任何一个姐姐，我的知名度真的不高。那我能过来跟这件神仙一起打架，一起配合，对于我来说已经是迈出很大的一步。我就是来展示我自己，想要告诉别人有孟佳这个人，我是这样唱歌跳舞的，我是这样表演的。哇塞，你们好浮夸啊，是不是还有放灯泡坐坐团照，好可爱。昨天放到我的床头，好好的想念我的好姐姐们。就不能拍个好看一点吗？哎呀我的妈呀，我这腿儿都没伸直，在这儿。他们没有这个照片吧？他们没有，我只能炫耀一下了。我又拍一张照片发给他们几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我们就是出道了很久的艺人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了，然后又能让观众看到你，记起你的名字，看到我比较多的样子。但是说撒一点的酷一点打扮其实还没有来得及吧。所以皮姐姐还会帮你找对象吗？她还会找的，她是一个说到就肯定就要去做的，然后现在她已经开始介绍了，拉群了，回家他已经拉群了，然后一直你回人家呀，你回呀，你怎么又不回？那伊能静姐姐还教我要怎么跟人家聊天什么的，然后播出来回头也挺尴尬的，然后什么在线都不是自己回的，不是很尴尬吗？这里有一份礼物是作为征服的，然后我们给他看一下。好。好可爱啊，很漂亮。乘风破浪的姐姐冲浪榜第二轮特权已激活，从现在起到8月23日24点，上冲浪榜选出你最喜爱的宝藏姐姐，助她角逐浪花宝藏特别单项奖，登上总决赛直播盛典。现在立刻马上为你支持的姐姐冲浪吧，登录芒果 TV 完成冲浪任务即可获得浪花，助力姐姐乘风破浪，同时还可前往金典官方小程序天赐金典 Setin 赢取更多助力机会。最近流行摆摊，今天姐姐我也来，哇，全都是我喜欢的有机生活好物。就像这个垃圾分类帮帮袋，其实是用6个经典奶盒回收再造做成的，随时随地分一分，有机生活美食分。搜索经典小程序赢取姐姐同款周边哦。本次考核难度升级，制作团将进行单人的随机抽查。单人？什么？单人现场抽签决定考核人选。哦，紧张了，紧张了哈！我就不希望抽到他，抽到我就拐了。啊，个人就真的非常难，因为这个团舞昨天晚上一直失眠，就是很怕这个小考。好大的一把赌注，还没有把这个舞蹈变成自己的，然后我就一直在祈祷说不要抽到我。太有压力。我不比他们差，我们队也不比他们队差，大家的眼神里面是有拼劲的。我们将挑战最具有现场共鸣力的乐队 Live Show。 找人来啊，你不早说，多少个人呀？是谁啊？我喜欢。哎，我想请问一下，你可以跟我有点互动吗？不可以，因为我是个 AI 智能人。其实你看不到他眼神的东西，他就算看前面没有关系。走啦，姐姐们，走吧。我不唤醒我，我城市的欲望。上微博参与成。
好好好